说像今天的北海道啊或什么的。好，他们在犹豫了很久，其实好多次的好多次的这种各种的这各种的讨论，后来哈，其实说实在话，他们决定要留下来建设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国民政府的建设脚步其实有部分是踩着日本人的。譬如说，我举个例子，好，我们江南，我们这个。